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现在呢也是做得非常非常成功，非常的火，而且热销的一款手机小游戏。它就是我们小朋友玩的这个魔笔游戏，同时它把它放到了我们的手机游戏当中，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呢随时随地都能够玩到我们这个魔笔游戏的小的玩具组套装。我们这边可以给我们的主人公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小男生和我们的小女生进行一个服装上的装扮，装扮完了之后的话呢，你还可以改变他的发型、发色、眼睛，然后可以让他呢变成这个穿裙子啊，或者是穿鞋子啊等等，紧兜兜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变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是往上走，然后让他呢去到他的换装的房间当中。那么我们的小女生呢想要去看电视，你可以就把她引到看电视的地方。我们的小男生呢感觉是要去，他要去干嘛呢？他要到下面去进行洗澡。那我们小女孩呢也是非常的开心。这边楼下也有一个小女生，她是在这边呢在做饭，为我们的小家庭呢准备一个非常美味的晚饭。小女生非常的开心去淋浴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小男生呢就可以到楼下来寻找一些美味的吃的。好了，这个早上呢已经过了，现在是到了我们的下午。可以让它呢往下走，一直走到我们小厨房。非常的棒，那么我们这边呢是收集到了非常多的金币，我们可以给我们这边的运动的这个跑步车或者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机器呢进行一个这个配色，然后可以选择我们所喜欢的一个颜色做成一个大礼包。然后现在呢是到了我们的下午了，那么我们这边的小姑娘呢，她是想要到楼上去。我们可以先让她呢，先让一个去上楼，然后到她的位置上，
然后再慢慢的完成他的一个任务，再让他到楼下去。每一个小的人物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路线，那么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到这点，就是这个要让他跟着他自己的路线走。好啦，那我们这一天呢就已经这样过掉啦，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呢，帮我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可以在视频下方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频道呢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如果是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那我们在视频下方呢，也非常欢迎你能够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你们的喜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希望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下期再见，拜拜。